谁干的？到底谁干的？你们四个都不想毕业了是吧？啊！我再问最后一遍，到底谁先动的手？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和财大是友好学校吗？友好学校我看不出哪儿友好了，他们赢得起输不起，连续3年了我们，他们对我们下手，你看输那么多受伤了。我觉得今天不管打架还是球赛，都打出了咱们国力的风采。往小了说，打出了国力大学的荣誉；往大了说，打出了国力大学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信念。说得好，冯宇。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毕业考试，5门主课、3门辅课，有1科达不到 A， 你都休想拿到学位证。是。还有，你不是体力好吗？啊？十圈，好。看什么看？向谁看齐啊？ 你们三个再跟他混，以后就跟他一样了。喂，不是说好一起扛的吗？双英雄啊！啊！哎，你看那边教室里女生是不是都看着我们呢？哎，你们这是跑步的吗？这么慢啊！ 那你一定要！真好啊！考什么呀？学位证都没了还好呢。说咱们四个人在一起真好。至于那学位证，你好好考虑好你自己。8门 A 有那么难吗？哎，我觉得 8门 A 毕业倒真是不难，但是将来可能会很难。但问题话又说回来了，将来的事儿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未来啊，有可能真的就跟书里写的那样了。为了生活，为了工作，朋友们都逐渐分开了；为了现实，咱们都开始变得忙碌。 到最后全都忘了自己的梦想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会留在这个城市里边，即使吃不好、睡不好、住不好，兜里没钱、找不到工作、没钱交女朋友。但是我们一定会跟随着这个时代一起进步，而且咱们哥四个会一直在一起。好，那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一起当互漂，要苦一起苦，要累一起累。 咱们这样，咱们一块创业，一块买车，一块买房，咱们要做把股票做上市，去上交所敲钟。来吧，一起承受岁月之苦，也一起承受我们的生命之光，一起恋爱，一起结婚，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，一起入洞房。说好了，咱们四个做不到，谁说谎？谁孙子？ 先生们，请立正。出发。
青春转瞬即过，我们没有食言，依旧在彼此身边。此时的我们，年过而立，历尽沧桑，洗尽铅华，波澜不惊。虽然已不是当年的热血少年，如今的我们，却成为了我们期待的那个自己。今天我们完成诺言，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，成为所有人的焦点。我们知道你不信任，但是我们确实做到了。没有人是孙子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登场，去迎接美丽的新娘。没错，我们说过要一起走入婚礼的殿堂，却没有说过新郎非得是我们。今天的新郎是我的小学同学，而我们，哦不，是他们三个大龄剩男陪我不远万里来当伴郎的真正目的。真好。叫做水手啊，像你这么热情的男人，难道还没找到自己的码头吗？我觉得其实水手不能只需要一个码头。你有没有听过惠特曼的一句话，每个水手都需要做一个世界的水手，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去征服世界上所有的码头。 Cheers。Mexico， 哇，我很喜欢吃墨西哥菜。那你很能吃辣吗？我很能吃辣的。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呀？那是当然的。怪不得你的身材这么火辣。嘿，你在看书吗？是啊，比起这种喧闹，我更喜欢阅读。你看这一段啊，写得非常的有意思。被你深深的吸引住了的我，无暇顾及于此，便在你的带领下静静地走向你的深处。为什么不去跳舞呢？你是在跟谁的有话吗？我不太喜欢跳舞啊。我偏偏你不喜欢我，这玩都在躲避我的眼神。我有吗？有啊。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谁先躲避谁的眼神，谁就把这个喝掉。来吧。好吧，我输了。哎，这个是男人该干的事儿，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，我不需要那么在意。
今晚我等你。大家晚上好，我们美国塔萨集团相聚在此，是因为我们集团高层的一个海外年会，今天也是我们的庆功会。没错，在今年呢，我们整个集团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2亿美金，非常非常的难得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。当然也是因为去年的时候，我们跟 ACE 集团的一个合作打开了我们的亚太区市场。这位功臣是谁呢？我们的销售部总监许多女士。 Lisa 你在哪里？我以为你迟到了。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，Lisa 因为她个人的一个职业规划，很遗憾她要离开我们了。来 Lisa 来跟大家说几句。我真的很希望你告诉我这是一个玩笑，这件事情还有转折。嗯，来，谢谢谢谢亲爱的泰米。我想不到什么医美的词能跟大家好好说再见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因为离别是必然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相聚。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在哪个角落，只要我们心灵相通，我们还是爱着彼此的，对吗？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这份礼物是我在离别送给大家的祝福，祝大家享受今晚，共享此时，谢谢。你们三个在哪儿啊？怎么找不到人啊？哼！我祝你们幸福。干嘛告诉你啊？对呀，一会儿就来找我了。对，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我不跟你八卦了啊。
小龙。You don't understand your tetris beauty is fooling us all with despair.在做梦吧，我的床上怎么会有一个身高1米7、体重大概50公斤、3V 标准的女人？这个女人虽然披头散发有点吓人，不过仔细看还挺漂亮。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，爬上了我的床。她身高1米83、体重70公斤，脸庞白皙，典型的斯文败类。我觉得我必须评论。你是谁啊？来，开门！不要动！不是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？是你来了我的房间，是你下了我的床，你来到我！这是我房间，我刷卡进来的。想碰我的瓷儿是不是？你进了我的房间，上了我的床，你说我碰你瓷儿吗？我进你房间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就我的房卡。你这是红书里吗？你是希尔顿2020？我什么东西呢？你这个骗子，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大流氓！对不起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解释一下。是我走错房间，不不不，我刷错房卡了，我扔错房卡了。你这干嘛呢？我告诉你，离我远点啊！你别动啊！你干嘛？喂，有个流氓私闯我的房间，还语无伦次，可能是个神经病。你别想跑！不是你干嘛呀？你占了我的便宜，你去跑！有什么事儿咱们出来说，在你房间不合适。你不要走！兄弟们，快来救我！一楼大堂汇合。什么情况啊？这么高级？女人？不会吧？你勾搭的曼琳娜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？不是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啊！我跟你解释不清，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你们那边追，你们过来！
没追过来啊！打电话，打电话啊！打电话，被保安抓走了。行行，赶紧回去找，赶紧回去找。你挺能跑呀，我看你往哪儿跑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叫您一声大姐。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？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跟你说，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洋妞，她给了我一张房卡，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。但是后来，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，我扔错了，扔了我的房卡。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进了房间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。鬼才相信你！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，怎么进的我的房间？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，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，还有他们的读码器出现了问题啊。你是惯犯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看你这样，也不像缺钱的人，而且我可能我这手机和钱包是不是落你房间，还是刚才跑丢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什么？咱能不能私聊？可以，一千。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儿的。两千。对吗？两千，除了现在以外，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支付这个钱，可以吗？嗨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我前男友的私事就不麻烦你。小姐，你说什么？他是你前男友？我们俩前几天呢闹了点误会，但我没想到呢，他那有我一张房卡，想给我个惊喜。撤，拿去。不是还能少你呢？你这种人啊，真是说不准。什么叫我这种？你是哪种人啊？你个碰瓷女人！哎，我看这女的这气质也不像是碰瓷的。按理来说，住这么好的酒店，不可能混得差吧？女的。走了，我跟你说，高档小区才好下手。咱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儿？这女的翻篇了，行吗？行行行，不聊不聊。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。小伙子，东西慢慢地吃啊，不急的。你还别说，在我的车上吃方便面，我是第一个。哎，小伙子，侬不是上海本地人吧？我是黑龙江人，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留在上海了。沪漂，沪漂更不容易喽。上海这边生活条件高。前面出车祸了，哎，没事吧你？对不起啊。各位久等，欢迎大家来到智动科技2020年新品发布会的现场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拥有家庭服务机器人的总设计师、智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侯宇先生，给我们带来万众期待的小白。有请侯宇先生。怎么还没来？哎哎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你好，我是这场发布会的总工程师，我是童宇。我现在马上迟到了，让我进去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请出示邀请二维码确认。
走。哦，请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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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刚刚大家的等待持续了5分钟。5分钟啊！每一个人好像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了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人类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，等待了几百万年；从简单的生活到可以使用工具，等待了几十万年。所以，你们刚才等待的这5分钟其实并不漫长，因为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的，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。喂，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谁让你买了我，不等你，我也没别的事做。这，就是我们的小白。他以这样亲和、幽默、人性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我知道大家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有什么样的功能？对不起。我认为功能二字对他是一种侮辱。小白，我想问你一下，杰伦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啊？哦，不，他都已经很久不发歌了，现在我只听抖音神曲。小白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你现在帮我马上发一封 email 跟公司说我想辞职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觉得你不是想辞职，只是想加薪，但老板不太吃这一套，建议更换方式。我们的小白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序指令机器人，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读懂人类思维的智能伙伴。他依托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互联网、脑科学，还有最先进的处理器和传感芯片，他可以做到真正的去理解。我相信小白在未来，他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好助手、好管家，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，甚至在未来，他也将是我们不离不弃的好朋友。小白啊，你说说我刚才说的话对吗？那要看你够不够朋友了。我当然是你的好朋友了，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。让我们和小白一起享受科技，改变未来。师傅，我这里先下车了啊。班长，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，把国立大学的云课堂打开，密码是1921。同学们，早上好啊！今天啊，老师略有失误，所以我们这堂课改为远程线上授课。今天我们云课堂的密码是1921。同学们，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密码设为这个数字呢？中共第一大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会议的时间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年份。同学们，看见我身后了吗？看见没有？
这就是我们中共第一次会议的原址纪念馆。它现在正在装修呢，啊，同学们，我带你们在旁边转一转，给你们讲一讲这次特殊的会议，好不好？好看吗？好看。那要不要搬把椅子坐在这儿好好看啊？嗨，我就是在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坐上您的位置，煎块牛排啊？你坐上我的位置，那我坐哪儿去？别废话了，快去备菜。好好好。注意一下颜色搭配啊！我要的是画龙点睛。好的。快快快！大众美食的评审已经等着呢，赶紧上菜。好的，马上就好了。英姐，12号桌那个小孩今天过生日，他爸把蛋糕给落出租车上，现在哭着闹着要吃蛋糕。我看那俩评审有点不耐烦了，但人家过生日，咱不能赶人走啊。那怎么办？生日蛋糕，那就送一份提拉米苏吧。提拉米苏卖完了，那现在去卖也来不及啊。我来搞定他。喂，你拿刀干嘛呀？你疯了？我要蛋糕，我要蛋糕。小朋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吃生日蛋糕啊？那叔叔给你做一个好不好？你们不是没有吗？我们没有普通的生日蛋糕，但我们有特殊的生日蛋糕啊，专属于你的，独一无二的，想不想要？的水果生日蛋糕，许个愿吧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我们应该做。每个人生日都想吃生日蛋糕啊，何况是小朋友。哎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这个什么情况啊？不换的吗？我走之前他们在这儿，我回来之后他们还在这儿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哎 ，Hello， 李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儿，那个让杰瑞先陪您。你先忙。OK。你先忙。这么感谢。你们呐，能不能用点心啊？我们去那边的，像这个啊，那个这种。就这个是吧？这种小的吗？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你？请问那个包还有其他颜色吗？哦，那就只有一只了，没有别的颜色。这是咱们品牌的新颜色。Mini， 你这样，你帮他们看一下别的店有没有别的颜色。还有你们这个经典款，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就是一边开一边关？对，然后它就。Hello， 丽姐。哎，小飞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有段日子没见了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。你说这个 mini 款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你想听我的建议吗？我一向最相信你的眼光。OK， 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一只新款的。还有好东西，试一下。好啊，来，这一款还是比较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包的气质跟人气质贴切呀。成功女性的形象浑然天成。我们不仅仅是个销售者，我还是个寻找者。这么多包包，这么多产品，要帮助他们找到他们适合的主人。这包来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哇，这款包谁会成为它的主人呢？但是当您进店的一瞬间，绝对是巴黎的春天。是吗？那给我包起来。这边请，来。就这个。是你看的那款吗？丽姐，
让那个杰瑞帮你去处理一下，然后我去照顾。啊，好的，那你先忙。OK。多少钱？Hey，Hello， 怎么样？有决定吗？我就要这个。有眼光啊！请问这个能打折吗？啊，奢侈品这东西呢，其实跟你们的爱情一样，都不折不扣的，对吗？行，那就这个了，我去下单。OK， 来，那我帮您包起来，谢谢。来，这边请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店长，你刚太厉害了。其实你不了解，像丽姐呢，她有社会地位，有经济能力，买一个包对她来说最关键的不是价格，最关键的是在过程当中，她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定制感。而刚才那小情侣呢，刚刚接触奢侈品的，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加一些感动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将来最稳定最牢固的客户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莫欺少年穷，我要的那是未来。大哥们工作了一天，你们不累吗？还有谁让你们过来的啊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小白，他们仨是怎么进来的？自行密码打开门锁。用户识别成功。宝宝，我回来了，我明天见啊。我说你们仨吃完了赶紧撤吧，我这啊辛苦一天了，别看了，哎哎。哎呀，哎呀，别打了，快点啊！有人说，30岁以前的成功多半是靠积累、运气与命运，30岁之后突破瓶颈再提升，是靠勇气走出而立之年创造的舒适圈，打破自我、自信、自私、自以为是的我们，奔向人生的再创造。而我们四个呀，虽然已过而立，在各自的行业小有成就，但是我们和从前相比，却什么也没变，依然乐在其中。我们所住的智能化公寓叫未来城，它的智能系统是由我设计的，我在这里安了家，而郭崇贷款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杰森和小飞一起租住在这里。整个小区实施了全智能化管理和应用人脸识别系统，保障小区安全和储物取货。小区的智能厨房助手是2台6轴机械手臂系统，一台是我设计的大师级咖啡机，另外一台则是下厨的好助手。而智能环境监控系统保证恒温恒湿、PM2.5 过滤以及业主体温健康监护，这就是我们四个单身汉共同的家。夏小飞，起床了！我去，几点了你才叫？我要迟到了！哎呀！怎么样？三明治，又三明治，还切片呢？时间了，有的你吃就不走，还挑三拣四啊！别练了，去洗漱吧。老套餐，姐姐，那里面多加个蛋，辛苦了，收款。
哎呦，今天佟总工没迟到啊？哼，那不是今天比较幸运吗？没保安拦我。江总，咱们开始吧。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您讨论我的新项目了。再等等。我们的新任 COO 马上就到。竟然没迟到啊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任 COO 许多许总。我也给你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，这位是副董事长许先生，你好，董事郑韵女士。啊，这位是公司首席技术官童宇先生。想不到童宇先生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上了首席技术官，真是一个专业的人才。许小姐，你也是让我意料之外啊。二位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过昨天在路演现场，我看到了童宇先生5分钟充满深意的演讲。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未来。这位是公司研发部总监 ，B 组总工程师李德李工。你好 ，I'm leader。我感觉我们智动科技的颜值上了个层次啊。多关照。我会尽快的融入这个集体，为这个公司做出贡献。Lisa 曾就职于美国智能科技的龙头企业 TISA 集团，最近轰动业界的 ACE 与 TISA 的合作案例就是 Lisa。一手操作的。既然大家是自己人了，有一些话呢，我必须要说几句。我是技术与市场的对接人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得罪人的角色。我给大家定一个小目标吧，今年的年终奖金每个人增加30%。如果我做不到，明年这个时候给我开欢送会。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履历漂亮。话说得更漂亮啊！像您这种优秀的人才，其实回国之后会有很多选择。但你为什么会选到我们公司呢？因为你，因为你们这些优秀的工程师，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。但是现在我发现，智动科技已经陷入了一种危机，也是因为你。我看过公司的财报，确实非常紧张。现在智动科技所有的研发资金70%都在童先生管辖的自动驾驶项目上，在一年时间内你没有任何的收入，而且短期之内我也看不到回报，这就是智动科技的危机。江总，您看看，您找过来的 COO， 这第一天就来 diss 我研发2年的项目，说我的项目是公司的危机。哎，有分歧有争议是好事啊。那项目事儿咱随后再讨论。江总，我还有一件小事儿。新的电子版公司管理手册已经发放到公司管理群里了。公司第一考勤制度沿用早九晚六的工作时间，6点前不许早退，第二天也不得无理由请假迟到，而周六日加班的员工可享受优先调休、年假等福利。因为公司人员情况不同，分为有玩族和自由族两派。自由族实行第一考勤制度，而有娃族可以自由选择第二考勤制度，可便于接孩子放学。嗯，这很人性化。总之 ，Lisa 是想为大家打造一个便捷、舒适、专注的工作环境。Lisa，
江总，我来报道了。你的习惯我还没忘，英式红茶。谢谢了，师哥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了。你的工作条件我都看过了，没啥问题，就是办公室的一条。一条都不能少。还是老样子，寸土不让。好吧。智通科技没那么简单。姐，这间办公室真好啊，可以一整天都晒足阳光。有什么事儿吗？童总工跟我很生疏啊。咱们熟吗？咱们不熟吗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我正常找工作呀。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这儿，冤家路窄吧？也许是命中注定呢。怎么着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都追到我们公司来了。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喜欢你吗？可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你这款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只想告诉你，现在是我在运营这家公司，从管理层面上说，命中注定我要管着你。你威胁我？不，不是威胁，是恐吓。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在三亚做了什么。那我也跟所有人讲一讲，你是怎么在三亚恐吓我、勒索我、抱着我。还有，你的身材还挺不错的。你去告呀，我身材不错，我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呢。你这个女人还真挺拼的呀。两件事，第一，我要自动驾驶项目所有的资料，给不了。第二，我天生缺钙，需要晒足阳光，这间办公室以后是我的了。我看你不止缺钙，脑子也有问题。你知不知道我来智通科技第一天，这个办公室就是我的，你抢不走。搬不搬走不是你说了算，江总已经答应了。哎呦，在这儿交接呢，童工程师。感谢你为新高层做的贡献，江总，也感谢你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。咱们徐总呢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有些缺钙。北边那间空着的办公室呢，本来是留给管理层高层的，但是阳光不足，我就一直发愁怎么安置徐总。可是，所以你无私的做法让我很感动。谢谢童工程师谦让女性的绅士行为。回头记得把保险箱密码给我。小郭，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？啊，还挺不错的。我昨天听说，你没有在教室上课，而是跑到外面上课去了。你昨天临时的教学虽然有趣。但是这恐怕很难反映在成绩上。是啊，这确实是我的疏忽。你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有时候呢要多考虑一些。对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小郭，你毕业留校当老师有十年了吧？啊，有了。这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。最近有个事情。是关于你的，想试试吗？好事坏事啊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，
是坏事。嗯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欢迎欢迎！恭喜恭喜！恭喜郭老师，不对不对，是恭喜郭副教授。对，而且呢，还是国立大学最帅的副教授。别别别别别！哎呀，要不是崔思佳老师说，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呢。就是。恭喜你，郭老师。千万别这么说。孙主任跟我说，我的副教授申请确实是通过了，但是副教授的考核评定还得通过之后的公开课呢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谈不上恭喜。哎呀，这郭老师怎么还这么的谦虚谨慎？干嘛？我这是实事求是嘛。孙主任还说了，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，我这也许是件坏事啊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沉了，任重道远，这对于我也是挑战啊。对别人来说是挑战，对我们郭老师来说，没问题。对呀，哎，我们准备了蛋糕呢，给大家。快，郭老师你挑一挑，你们先别动啊。好。你最喜欢哪一块？你先挑，就这个粉的吧，跟你的衣服颜色特别配。谢谢。哎，你们也吃啊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。你要哪个？不知道，你选吧。哎呦，好朋友啊！你是代表，我们好朋友啊！是是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哎，老大，这儿刚开始吃。我还是想再问你一下，你来我们公司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，所以故意当时把事情忘掉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觉着我有什么目的？说吧，是哪一家公司派你过来的？给你多少钱？是你进了我的房间，上了我的床，主动进入我的生活的，对吗？你能小点声？不会常言爱情，这只是个偶然。如果说只是偶然，那我为上一次的偶然向你道歉。这杯咖啡。算我给你赔个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只喝红茶。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茶的。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？帮到您的，你不过来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喜欢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的，这个 OK 好的。
还有这个。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？这四个不要，其他的我全要了。包装包好一点，送人用的。这个。杰瑞，除了这三个之外，所有的包包包起来。哎呀，这个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去惩罚，但也不能下死手。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没有密码，给我送到车上吧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说一句话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？老郑，针对我们品牌的 VIP 客户呢，如果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，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，让您看。要喜欢的话，可以来店里面看货。你说，他是半个上海滩男人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刘胜男，真的假的？我刚试说看他咋那么眼熟呢，后来我百度了一下，就是他。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要到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讲讲讲讲。忙什么呢，郭老师？啊，我正在备课呢，要选一下公开课的课题。担心这个干嘛？你的课呀，学生都非常的有兴趣。其实历史研究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，我想选择一个趣味十足的课题，但是又不缺乏历史研究意义。那你觉得古代的男女关系这个话题怎么样？古代的男女关系？男女关系以古论今，而且即便在现代社会，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啊。来一个大贯穿，好好的讲述一下古往今来在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，然后以历史为鉴。崔老师，哎，我真的得感谢你了，你真是一句话把我给点醒了。谢谢你啊，帮我选了一个这么好的课题，年轻人一定非常感兴趣的。我现在就去图书馆。今天啊。对了，今天周一图书馆封馆。嗯，没事，我去书店。那品格书店，我陪你一起吧。啊，可以啊。你挪过去就行了。哎，那个，咱们组这周的工作计划我已经发到群里了，按计划进行啊。我走了啊！哎，别呀，老大，怎么了？我听薛凯说了，他们 B 组李德带着他们所有人，从今天开始9点钟之后才能下班。啊，我们这儿你甩手就走了，咱们组照旧下班。啊，下班，下班。玉碧姐，你找我。杰森。这几天你怎么总是魂不守舍的？看出来了，就可不嘛，说好了3年的，3年又3年。你别跟我玩无间道啊！你明明就来了1年。我知道你一心就想当那个主菜厨师。今天我确实有个机会给你。真的？那我可以做牛排了？哦，并不能。去。你姐呀，入行快10年了，看人是看得特别准，总有一天你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主菜厨师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天赋另有用武之地。什么呀？在我的规划下 ，Feel 餐厅应该是一个巨大规模的新型西餐厅，有我们专属的甜品部。你来当我们的主管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嗨，Yuki 姐。虽然这是个好消息，
但是怎么说呢，我志不在此啊。您知道我的，我没什么大梦想，什么买房买车开店发大财当老板我都没想过。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种做牛排的大厨。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要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实干。你让我整天跟那些软绵绵甜腻的奶油啊气死打交道，不适合我。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呢？你看你昨天做那个闪电般的生日蛋糕做得多好，多有天赋。那我当卧底当那么久了，你再让我去当民警，我要回我就回专案组啊。行行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一会儿告诉我，去忙吧。Yes, madam. 郭老师，我又给你找了点书，你先看着。太感谢了。你要不要喝咖啡呀？我去买两杯。谢谢。啊。蔡老师，看谁呢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在这打工。哦，你是中文系的，所以这还蛮适合你的啊。不过太大材小用了。哪有啊，我白天呢在这儿打工，晚上呢就在健身房当教练，可自由了。别老说我了。谈恋爱了？说谁呢？就后面那个，就后面那个。我们学校的郭成老师你认识啊？啊，他是郭老师啊？对呀。那我刚刚还真没认出来。啊，你跟郭老师谈恋爱了？我们俩这个还没呢，不是，就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，就是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是吗？同事关系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就觉得崔老师眼里的那份爱意都快流到黄浦江了，恶心啊！我去买两杯咖啡，如果你要想喝的话呢，我可以帮你带一杯。喝不下说，不准瞎说。嗨，小哥哥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我最近也想看书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该看些什么，要不你给我推荐推荐呗？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呀？看那种有意思点的，别一看就想睡觉。这两本吧，《国史十六讲》，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一看就想睡觉。现在的大部分作品啊，都是架空和虚构的。据你看完了之后啊，你会感觉更加的无聊和空虚。而这两本书里边，富含了大量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轨迹。真是个书呆子。舒暮春啊，那本不适合你，那本太冷门了。嗯，知道了，谢谢小哥哥。这人怎么有点面熟啊？崔老师，咖啡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郭老师是个好男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刚跟他聊了一会儿，通过我的观察发现，他挺可靠的。有没有瞎聊啊？怎么会？嘴巴可紧，该说的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加油啊！停工！爸爸，爸爸，不哭了啊！只是鼻子有点酸。停工最坚强啊！不哭了。
你跟我到这儿来，你想对他做什么呀？不是我跟着你干嘛呀？我是来买东西的。小朋友，对不起啊，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。没关系，爸爸跟我说过，男孩子最坚强。你这样，等一下呢，你去玩具城去选一个玩具，阿姨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是他爸爸，所以这是你儿子喽。你说呢？我今天下班去办公室找你了，我看你不在。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是吗？不是，今天那杯红茶是我不小心倒到你身上的，我是想跟你道歉。不需要了，走啊，金哥。爸爸，那个阿姨不是说要送我个文具吗？爸爸给你买十个。行李放下就走，干嘛去了？我有工作呀。哎呦，工作嘛，那鉴于你们要跟我亲亲抱抱，你必须得补偿我。哎呀，行啦，讲故事吧，许大小姐，惊悚的故事。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真的遇到了一超级大色狼啊！现在还跟你同公司。感觉这事大事不妙啊！你不会是遇到那种一直尾随你很久的那种超级大色狼？没准儿，而且他特别色。有多色？你怎么比我还关心啊？关键是长得帅吗？长得嘛，还算是个人样吧，而且还有点小才华，就是行业里面还算是个小人物。但我就是不喜欢他自以为是的样子。能做出来这种闯入单身女子房间，把你全身看个遍，还同床共枕，还不承认、不负责、不道歉的男人，就是一个没有风度、没有原则、没有底线的超级无敌大色狼。不是你这分贝能不能小点声？你生怕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啊？知道怕什么？人人得而诛之。哎，你再给我分析个事儿吧。这个人有个怪癖，就是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喝红茶。为什么？三种情况吧。科学角度对红茶素过敏，心理角度有一段关于红茶的负面记忆。那第三种呢？人性角度，事儿妈。我亲爱的毒鸡汤博主啊，现在都这么知名了，那为什么你自己单身万年？许多，咱俩见面没几分钟吧，你开始按捺不住本性怼我了，你好意思说我吗？你不是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打住！哎，等着我。别想睡觉，我告诉你，兄弟。哎，我今天把那杯红茶全泼他身上了，是不是很过分啊？有什么可过分的？你怎么在意他呀？我在意他？开玩笑。那你不在意，你晚上聊他？我这事我还没跟你说完呢，我今天又看到他了。你们俩这巧合的有点太巧合了吧？和他儿子。什么？他有儿子了？六岁。天哪！一个已婚男跑去三亚浪浪，还非礼你这种未婚少女，真是个人间极品渣呀！我感觉吧，就是有点不太对。你感觉什么呀？你看到他老婆了吗？没。大周末的，一个人带着儿子逛，老婆也不在，再加上三亚的田科，这婚姻状况堪忧啊！哎呀，大晚上的聊他干嘛呀？你这不撩了一个有大儿子有夫之夫吗？行啊，许多，现在重口味呀。叶子倩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重口味。啊！快睡觉吧。过来。想不想爸爸？爸爸。
金谷中的那个漂亮姐姐到底是谁啊？哎呦，我这大儿子，你这眼睛是不是撞坏了？这分明是个大妈呀！我感觉还挺漂亮的。你还懂好看漂亮呢？那个，她是个售货员。一个售货员你怎么认识？那爸爸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商场逛吗？就那么认识的呗。我不信，你肯定是在撒谎。你总把我当成小孩子，我已经七岁了好吗？不是两三岁的小屁孩了。你十七岁了也是你爸的小屁孩，知不知道？哼，我才不是呢。我还知道那个骗子姐姐和你道歉，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老师说过，道歉完要勇敢大方的接受道歉，这样子大家就多是好朋友。你爸跟那大妈不可能会成为朋友，懂吗？我这两天休假的时候，你一个劲儿给我发微信，你是不是有点嫉妒啊？当然。等爸在休假的时候啊，我让你挑个地儿，爸带你去玩，信不信？好。哎呀，来，把书包打开，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。嗯，哎，这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，啊，优秀如我呀！谁叫我是爸爸的好孩子啦？嗯，爸爸，嗯，既然作业写的这么好，能不能陪我玩会儿？可是爸爸有很多工作要忙呢，怎么办啊？嗯，哎，你自己玩一会儿。哦。来吧，金刚，准备你的战斗，哼，过来，哼，来，掉，哦，哦，啊，中了，对不起，我根本宝贝儿子，你还真哭了呀！啊，别揉眼睛了啊！好了，爸爸给你开玩笑呢，啊，好吗？嗯，来，嗯。说的对，那个还是按规矩来，我罚酒三杯。靠谱。哦，这是什么喝法？枸杞配啤酒。姐，你这朋友够养生了，干。靠谱吧？哦，是不是特别靠谱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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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还算近的了啊，算近的了。对对对，回头姐妹们啊，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。感谢捧场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小飞啊，就是好酒量。喂喂，哎，副经理，哎，你好。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，卖了一箱包。您知道这事儿了？对，是我承认今儿销量还可以。我不是来表扬你的，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，说你非常不专业。我不专业？不会错的，刘总加了你微信。我必须得提醒你，这次投诉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。不是，喂，喂。虽然这个电话五雷轰顶，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 party。 它不是灯红酒绿夜夜笙歌，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。这些复杂的女人们只是我的工作客户，无论怎样我必须要时刻微笑。我在这夜夜疯癫中找寻我的成功。
集体早餐之前要做什么忘了吗？啊，四大天王的一周测试啊。林哥，那我先来了啊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今朝已过万重山。这是来自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到我了啊，我来一个数学题，难一点的。啊，想想啊，十加十等于几？二。二。杰森叔，我自然我就是在说你啊。我已经小学一年级了，不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了。十加十这种问题，不用再问我了。哎呦，你杰森叔叔只有这个智商。来来，宝贝儿，这样，我给你拆这个啊，问你个问题，如果要答对了呢，给你弄养乐多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提问，两个女孩，一个温柔贤惠，一个美丽大方。你觉得你爸爸会挑哪个？哎，你小孩瞎问什么呢？不都说了吗？自由提问。哎，不管不管，那都不用问。我爸最后哪个都不会选。为什么呢？性格贤惠的看不上我爸，长得漂亮的那就被你抢走了。知我者你也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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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ove you. 快了点儿！还是跟小姑娘出来玩开心，瞬间能放掉多烦的。这有什么呀？不就是接了个投诉吗？我才攒呢，那块牛肉遥遥无期的。杰森啊，你是想上而上不去，我呢，机会放在那儿。但解决的难于登天呀！哎，我说你仨这个算什么呀？顶多算个碰碰车，懂吗？我这个绝对是云霄飞车。你怎么了？我在三亚碰见那女的，她为了你追过来了，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官，我的顶头上司。你们知道我现在面临的是每天怎么过日子吗？啊？真的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啊，真的好日子到头了啊！你们这帮死人！爸，爸爸，咱们进来拍张照吧，今天好开心呢。来吧，来，你站这，你站这，来吧，来来来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纵使内心慌的一匹，却依然要笑对一切。哎，来了啊！金刚睡了，哎呦，玩累了啊，回家吃饭吧。哦，不了，我晚上还有工作。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老两口啊不缺钱，你不用每个月都给我们打钱呢啊。别这么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对了，下周啊我再过来接金刚。好，好，我来抱孩子。来，起来了，宝贝儿。来，哎呦，睡得。哎呦，小宝贝，来爷爷抱。哎呦，当心头。哎呦，这是小懒猫啊，小懒猫。哎呀，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你路上慢点啊。以我浅薄的首相知识，你是事业型，事业顺畅，但是
这个健康线隐隐约约有点模糊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不过你这手相跟我很合拍。对了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想问问你，你对童女的那个项目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说好了今天不聊工作的吧。我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硬气呢？我终于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我终于知道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公司之后为什么可以那么嚣张。因为她跟江胖子有私情。